澳大利亚财长莫里森当选执政自由党党魁，将会成为过去五年来的第五任新总理。爱尔兰教会性侵受害者控诉，需要严惩失职保护儿童的政府官员。逃离摩苏尔的伊拉克难民营民众乐观庆祝一年一度的宰新节。经过七年内战贸易被阻断，叙利亚国内木匠重新开业。德国森林大火蔓延，当局强制撤离民众。